担心狗子在家无聊怎么办，那就给他来一张风干鳕鱼皮，接下来就只会看到他忙碌的身影，整张鳕鱼皮低温风干，质地油印，这就跟狮子似的，每咬一口都在消耗他的精力。低脂高蛋白，常吃鱼皮对狗狗的毛发也好，好吃的同时还能磨磨小黄牙，越啃越上头，真是嘎嘎香。